Hello，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能够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吗？能够听到的朋友们，大家回复一下数字一啊。回复之后呢，我们第五节的作业这个创作课程咱们要开始讲解了哈。昨天呢上了一节作业点评啊，很多同学没来得及看哈，可以用我们周末的时间进行回顾一下，效果会更好啊。咱们到了第五节了，刚才那个有同学也说到，我们现在写字儿比以前好玩多了，是吧？又得叠格子啊，甚至画格子、嵌盖印章。我们慢慢出了很多的作品。其实还是我讲的那句话，我们在创作的环境之下呀，要多写多练啊，才能把这个创作呀坚持下去，把创作章法呀打磨好啊。它有点像我们写这个字的一个笔划一样，我们必须多写多练。才能出这个效果，对吧？好嘞，那么咱直接开始本节课的讲解。还是老规矩啊，我们创作课离不开理论的支持，离不开一些规矩。那么还是先看一个，我们在创作当中以及在作品形式当中啊，叫印章的一些常识啊。你看我们有讲过这个落款常识、落款内容，现在又聊到这个印章的一个常识了。首先我们知道先说一说印章的一个分类啊。咱们说古代的印章呀，常常就分为这三类啊：姓名章啊，就是谁谁谁，对吧？之印；闲章啊，就是一些这个雅词啊，或者说给予啊，或者说年号呀，银首章这一类的，对吧？你像下边最左边这个蔡有印，那这就是姓名章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少康之印，少康印信。就是这意思，闲章就是中间这个第二个啊，事情处处皆安乐啊，一些好词儿，对吧？好词好句啊，还有一个相对冷门的叫建藏章啊，这个属于啊，你看最右边这个润州包氏珍藏书画印啊，这就是一个收藏类型的啊，比如说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啊，咱手里多了一副王羲之的真迹了，这也太不小心了，对吧？咱郑重的把自己的这个珍藏书画印盖上，然后后代人好几百年了，然后这个作品又流到某一个人手里了，他就说哟，这原来是被某某某这个收藏过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像这个冯承素的《兰亭序》的摹本当中啊，有很多的印章，那可不是王羲之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呀，说实话，那盖章的呀，就是说这个制作印章的人，他地位很低，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证明的作用啊，我这带方印章，我是某某将军印，对吧？我是将军嘛，对吧？那到这儿了，去调派到一个边关了要打仗了，人家说你这来者何人啊，我这某某将军是吧，我有将军章，你看一下啊，我这是正牌的将军可不是这假冒伪劣的，对不对啊？有那么一个实用性的作用。后来慢慢开始出现我们的文人印章有收藏的呀，有丰富作品形式的了包括从这个文鹏何震他们开始这个什么呀，包括从王冕他们开始发现这个可以刻章之后呀，就文人印章越来越多了哈，也变化形式更多。咱们先看一下第一大分类姓名章姓名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姓有名，当然也有用字号的，它很多的规矩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句话题款的用章以一名一字为证一姓一名即可都行你看它好多规矩。如果你落款写了名字，印章就要用字号，落款写了字号则要用姓名章。那如果落款有姓可用名章，落款没有写姓可用，或不落款可用姓名章，以利辨识作者。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今天这幅作品了，我常常你们看到我落款的时候落的是什么呀，落的是子安。按照古代这个规矩，我的印章应该是什么呀，是少康，我的本姓本名，对吧？用来辨识这个作者。那其实很多讲究的说实话现在倒没这么多了古代的时候规矩繁多现在也有很多打破了的，对吧？还有你说讲究礼仪长幼尊卑对不对这个给兄长或者是
这个比较大辈儿的，是不是啊？我们就要用名章啊，平辈之间用字章，给这个碑右啊用别号章即可呀，对吧？那另外印章、姓名章的形状呀，最好是什么形状？最好是正方形哈。啊，或者说是稍微有点长方形也可以，但是最好是正方形哈，不要太乱，否则显得呀不是很这个规矩啊。姓名章的这个形式分类呢，就是朱文和白文两种啊。一幅书品作品上，如果你改两方姓名章啊，最好是一朱一白，一般情况下是上朱下白，两个印章呀也要大小相宜啊，这都是一些规矩啊，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也给大家再去重复一下，不知道同学呢也要谨记啊，在印章上要讲究啊。第二个，我们最多分类的哈，就是我们这个闲章了。闲章啊，也叫布局章啊，亦称布局章嘛，对吧？包括其中有很多种分类，银首的也叫旗首、蓝边章、亚角章、蓝腰章啊。闲章啊，实则不闲啊。对吧？如果你能够使用得当，你不仅能够啊，在这个作品上增光添彩，同时又能够起到这个写书法呀，它起不到的一些啊这个作用啊。正如潘天寿所说呀，旗手压脚与名号章一样，可以使画面呀色彩变化，破出这个作品啊呆板以及稳定平衡的一些效用。啊，就是产生二次的变化啊，所以说我常常有一句话也说，我们书法作品是什么呀？是正文啊与落款与闲与印章的一个什么呀？有机统一啊，这个作品才漂亮。因为印章它毕竟是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哈，哎，有那么一点红啊，都是黑白的，对不对？哎，有那么一点红，看起来啊就很显眼，很夺目。哎，你不能用的太差啊，又有规矩，对吧？那么来看一下闲章第一种啊，叫银首章啊。银首章啊，它的分类又很多哈、啊。按照内容啊，可以分为斋号、雅趣、年号、月号。一般它是嵌盖在书法作品右上角的，又称为随形。你看名字很多哈、啊。一般不译为方形，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方形啊，一般就是指正方形了。但是多以什么呀？圆形、长方形。啊，随形啊，有葫芦啊，自然形状等等，但是需不需要盖啊？你要去判断。有的时候呀、啊，你的这个款首啊过于整齐了啊，落款的首部啊，你可以盖一下去破形嘛。如果你整个作品的款尾、落款的尾部呀盖了好多印章了啊，你需要在开头的再盖一个啊，这个对应啊，也不要下边太重。右上角没东西，对吧？作品上印章啊分布单调，如果需要调整的话，也适当的盖一个，对吧？这是它的规矩和常见形式啊。还有就是我们闲章的其中银首章啊这一个分类，它的内容了，有可以做斋号的啊，某某斋号是吧？相传最早呀就是唐相，对吧？然后很多人就用斋号，什么斋啊、堂啊、史啊、楼啊，对不对？松风阁、磨剑史、雪溪堂呀，这都是斋号。那你的这个银首章也可以内容上选择叫雅趣啊，其实就是我说的叫给予，有这个劝勉学习的啊，叫知无涯啊，有表露情怀的啊，苦中作乐啊，孺子牛、明志、达观。对吧？表达笔墨情绪的有这个铺墨啊、神趣藏拙啊这种东西啊，还有表示吉祥的。你像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啊，这个银首章啊，盖一些代表吉祥话的，什么长乐呀、大吉呀、大吉大利呀、大吉祥呀啊这种的啊，还有年号啊，这个银首章啊，第三种内容年号章啊，就是你像我们今年啊，就得还是念庚子。啊，明年你盖一个，过了农历啊，新春之后啊，立春之后呀、啊，你可以用这个辛丑，对吧？年号印嘛，代表这个，让人一看，哟，这件作品啊，是某某书法家在什么哪哪年，哎，这个去写的，有一个证明也是。还有月号，这个相对较少了哈，你这写的也不是那么频繁的，你盖一个月号的也白搭，因为你能用时间很短，所以说月号章这个太冷门了哈，年号章倒是有。好，咱们再往下看，除了这个印章有闲章啊，这个银首章这种分类，还有蓝边、压脚、蓝腰。
蓝边章啊，其实我们很少使用哈、啊，就盖在作品一边的啊，起到蓝边聚气的作用。因为我们平常写的一些作品啊，章法形式感还真没有那么强啊。一般来说呀、啊，就是很简单啊，要么就是这个通篇通篇的写，最后落个款，非常简单，也没有那么多章法形式。所以说蓝边章啊，一般也盖不到。啊，压脚章啊，往往是在国画里边，我们经常看，哎，盖在这个作品的右下角或者是左下角的边角的章，压脚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呀？压住啊，就是章法上、啊、形成一个补充稳定画面的作用哈、啊，也书法当中也很少用哈、啊。拦腰章这个更少见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作品当中啊，有的时候写的中间很空，可以加盖一个，而内容呢多为书者的籍贯，亦可用书家生肖的一个这个肖像印，对不对？什么佛像呀，这个十二生肖的那个，对不对？拦腰章应该小于银首和姓名章啊。当然呢，如果你这三枚印章，右上角银首，左下角又是这个姓名章，然后中间你拦腰章，你三个印章如果是个横幅作品的话，千万不要盖在一条直线上，就太没有变化了哈。当然最终我们说下来啊，你像闲章我们用的最多呀就是银首章，或者说我们在书法的印章当中用的最多的其实就是一个银首加一个姓名章即可，很简单。当然还有一个第三类啊，我们叫建藏，那这个一般啊我们这个就不怎么用，很多人也没有这个，是不是啊？它盛行于这个唐哈、啊，有贞观两字做连珠印，唐玄宗做开元嘛，对不对？开元通宝那个铜币大家见过吗？开元通宝那个铜币上面铸的这个文字样式，学习的是欧体啊，皆用于御藏书画。后来啊，那不光皇帝用了哈、啊，很多人也用了，证明我曾经有过它，对吧？拥有过啊，经过我手。当然以不损伤这个字面与画面为要哈、啊。有的鉴藏者呀，为了自己的这个收藏的经历啊，或者是让自己证明自己拥有过，他盖章的时候呀，他往往就破坏画面了。大家想想，这种作品大家应该想出来很多，是吧？大家能想到的吗？哪个皇帝喜欢盖章然后破坏作品画面了？你们就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咱们一般也不用这个。我建议同学们，如果你要非得有个鉴藏章的话，哎，平常呀有个是子安藏书，哎，买了一本书很不错，盖上印章啊，当有一个仪式感啊，或者说收藏到朋友给的一个作品，在一个不影响画面的小角落里盖上，证明自己收藏了。但是其实啊，你像我身边当中啊，人用的这个鉴藏章的人很少。因为你说呀，但凡是古代优秀作品，你要真得上拍卖行里啊，买个大几十万、大十几万的这个古代作品啊，你才能够盖上一个这个收藏的。你平常收藏一个朋友的啊，说实话，盖这个盖不盖也无所谓了，对吧？但是藏书章很多哈，我身边很多朋友盖藏书章的比较多，因为家里啊书比较多一点，有很多种古书，甚至是一些比较好的碑帖的一个拓本儿，他会盖上。对，乾隆哈经常损坏画面了，对吧？那好，我们再看一下，说了印章的分类之后，我们看一下印章使用的要点啊。很多人不会使用印章哈、啊，一幅作品在第一点啊用印之后呀就结束了，就盖了印收尾了，对吧？你不能再写上一些东西，这就太乱了，明白了吧？啊，除非你是收藏别人的啊。那落款名章及其下闲章呢？啊，你不可以啊，直接盖在写的字上。有人说，老师，我怎么看你以前盖过呀？我这么给大家说，咱们现在这些规矩啊，有些仍然在用，有些其实现在不再用了哈。你像这句话，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书法家他的印章也是盖在字上的哈，他实在没工，他实在不小心把落款的字写多了啊，没地方盖了，那就只能盖在字上了，对吧？那尽量呢，我们第三点要使用篆书的印章，我们说篆刻篆刻嘛。但是说实话呀，你像现在啊，很多人盖的印章呀，它压根儿还有一些楷书印啊，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楷书印，我们觉得也是雅俗共赏的。所以说也不能简单的说叫不能，这句话是尽量不要使用隶书或者楷书的其他印章代替。你看现在很多人刻的这个行书印，我觉得也有点意思，不过不是很规矩哈。另外要用书画印泥啊，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快计啊，这个红印油啊，那个是
容易什么呀？作品渗透浮油啊，它的油性太大了啊，水分多啊，一般要比正文的字小一点，当然也可以跟落款的字相当大，这说的是印章大小啊。印章呢，你像我从来都是以少不宜多啊，因为你多了之后呀，你不懂使用的话就乱，而且印章它是红色的呀，你盖那么多，你到底是看作品啊，我是看这个印章呀，对吧？就像我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书法展览啊，有一个人啊，这个六尺的作品盖了得有七八个印章吧，那本来字儿就写的很小，你盖那么多印章红彤彤的，我到底是看什么呀，对不对？那盖印的时候呀，尽量不要盖歪啊，虽然我经常盖歪了啊，因为我是坐着看，正常盖印的时候站起来稍微比量比量，对不对？如果实在容易盖歪啊，可以使用硬龟啊，硬龟啊就是一个有的是半圆状，然后割开一个这个小直角口，可以从网上买一下啊，硬龟等工具啊，帮助我们嵌盖印章。硬龟啊，有的时候是一块木头，有的时候是一块竹片啊，有这个把玩能够包浆的一个作用哈。所以说很多人买了硬龟之后啊，天天在手里把玩，就像一个文玩一样，对不对？挺有意思的哈，也可以这样做。而且硬龟啊，有的时候还可以在上面刻字，哎，也是意趣横生啊。所以说书法里边很多小东西啊，哎，特别有意思啊！你像我们平常有的印章是好的寿山芙蓉石，我们天天把玩就可以包浆，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啊。那作品的尺幅啊、条形式啊太多样了，所以说它的印章落款形式也很多样。那么之后在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啊，我会经常给同学看一些大幅的书法作品，包括一些印章和篆和这个形式，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形式课程之后呀，会特别讲啊。到时候我们就看人家是怎么盖章，人家是怎么落款，反复的去观看学习，我们自己就能够啊有一定的规矩，也有一定的想法了。只不过呢，我通过你看我们五节课之前的一些常规内容，我们都是了解了很多理论啊。等到后边讲形式课程，我们又写写扇面了，又写写横幅了，再写写对联了，再写写条幅了，再写写手绢了，哎，再写写这个什么呀，这个册页了，哎，我们基本上就慢慢的开始啊，哎，得心应手了啊，也知道怎么使用了。当然呢，你像我这种大懒人啊，我一般就俩印章，姓名章、闲章啊，姓名章和银手章就可以了。好嘞，我们再看一下本节课的哈，也是到了我们这个楷书啊，第三节课了哈。那么其实这里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同学也会问啊，老师你怎么不讲小楷啊？我先说一个事儿，小楷啊，他的一些作品形式啊，其实和我们这个正常的写这个中楷啊差不多，只不过字儿多一点呗，对不对？要不你就横着写、竖着写，然后要不你就是还是一个集字创作。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本人啊，包括这个写小楷的水平啊，稍稍的这个一般一点啊，我怕误导同学们，所以说我就不进行小楷的一个章法演示。但是在之后呢，我会给大家看很多小楷的章法。其实小楷更多的章法就是小册页以及一些小小的这个尺手札之类的，就是一片纸啊 ，A4 纸大小的那种作品形式啊较多啊。它的作品形式其实还相对单一哈，主要是以密集啊，以这个通篇比较满为主了哈，反而你不如说像这中楷形式多，写写对联，你小楷怎么写对联，对不对？这小楷对联怎么看啊，对吧？给自己家里的猫和狗啊，这个小猫的屋子啊，小狗给它的这个小房子上贴个小楷的对联的还行，你说咱们正常写小楷对联这咋写呀，对不对？所以说它的形式还反而少一点，到后期啊我会给大家展示很多哈。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创作的柳体啊，也是我的老本行，我们也刚刚结束过柳体的课程啊，早发白帝城。那这个呢也是一个七言的诗词啊，这是李白的哈，李白的诗啊总是自带一种豪气哈，你看千里江陵一日还，哎，一天我就到了哈，我就开飞机呢，对不对？非常快哈，所以说李白的诗啊自带一种豪气。那其中啊也是大部分的字儿啊都是玄秘塔碑啊或者说神策军碑当中啊有的，那少有这么七个字儿啊是完全没有的哈，咱们要进行这个拼凑创作，那么参考字也就出来了啊，参考的字儿比较少哈，因为咱们对柳体啊刚结束熟悉的太多了哈。那么这节课我也不会给大家讲这个柳体书风的这个继承者了，因为当时我们在柳体课程当中啊
最后一节作业点评课和最后一节课当中啊全部讲到了哈。好嘞，那么我们直接转换到这个实操的界面。那转换过来之后啊，同学们先发现了几枚印章是吧？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哈，你像我平常呀啊，我也不用那么多印章啊，我正常就这几个。一个是哎，这个还是最新的哈，这个西谷老师给我刻的一个祥云啊。这两方为什么放到一块呢？因为它都是这个长方形的啊，长方形的闲章啊，也就是银手章了哈。一方佛像，这是我自己刻的，一方祥云啊，是西谷老师刻的啊。这是我们常用的闲章，一般都是长方形啊，葫芦形啊，还有这两方。一方是我自己刻的，一方是这个易堂老师给刻的，一个是少康，一个是子安，一个是姓名章，一个是字号章，对吧？这两方的大小差不多，但如果我使用的话，我可以两方都盖，这两方都是在这个 1.8 厘米 1.7 厘米左右，我正常用的章啊都不会太大。那这边呢也是一个闲章，不过这个闲章啊它是净式，是我很早之前刻的哈。你看因为时间太长了，这个印都有点这个包浆啊，就是线条不是那么清晰了哈。这很早刻的，在本科的时候刻的啊。这个正方形的一个闲章其实很少用，多闲章啊都是这个长方形的哈。好嘞，我可以给大家盖一下我平常这些印章哈，其实也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朱文的哈。我比较喜欢朱文的啊，白文的少一点。咱们先打打印泥哈，注意你看。因为有些同学听过这个篆刻课，之前学过篆刻再来的这个流体和创作，对吧？有一部分同学没有听，没关系啊，现在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你要平常打印泥的时候呀，粗鲁一点，就这样啊，就这样直接打就行了，保证四角站满。那文雅一点打，很多人都这样啊，就这样转着印章呀，一点一点的去蹭啊，都行哈，这两种方式啊，我一般说这个叫一个文打一个武打，对不对？比较粗鲁一点，就这样。啊，咱们打好印章之后呀，冬天的印泥啊可能会比较干，你可以哈一下气哈。然后注意啊，你在盖的时候，如果你有印规更好了啊。什么叫印规呢？可以给大家画一下哈。印规啊就是这么一个圆形，然后呢，它这里有个直角空白了，可以把印呀放在这个位置卡齐，找好位置，然后盖上去，方便盖歪啊。但是平常我们正好啊，看好了之后就一般没什么问题啊。哎，这样嵌盖。注意压好了之后不要乱晃了哈，先在中间啊暗暗的用力，然后在四角用力啊，让这个印章呀盖好。一般下边都要盖，你看我拿了好几张这个毛边纸啊放在下边，或者说你隔着一个书啊垫着一个书本，或者是你有玻璃板或者嵌印板都可以啊，那比较专业了哈。都好买其实。好，大概等一段时间之后呀，这个纸充分吸饱了这个印油啊，咱们稍拿起来，哎，这就出来了，祥云的一个印章啊，同学们能看清楚吧？祥云，我把镜头切近一点啊，我一般啊也就用这几个，然后还有给大家再看一下，如果一个印章你用完了之后怎么办呢？你不要直接放起来哈，印油会腐化这个，尤其是这种朱文的印，线条很细，你用完之后不擦呀，它会腐蚀这个，或者说就是让这个线条啊越来越脏了哈。尽量的，哎，你用这个卫生纸啊，手纸啊、餐巾纸啊去擦一下啊，或者说你用布也行哈，都可以。然后哎，让它干干净净的，然后怎么样？尽量的是放到印盒里边保存啊，这种小的印盒淘宝上都有哈、啊，这样放起来保存，防止磕碰嘛。好，再看一下哈，我这个第二个闲章啊，是这个佛像的啊，这是我上本科的时候呀，喜欢刻佛像，搞佛像嘛，对吧？做的比较多一点。一般这个闲章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银手章，你看它这个大小啊都是两厘米长，然后宽的话就是 1.5 或者是 1.2 1.3啊，这么一个样子啊。你像我现在这个佛像基本上就是有点这个 0.8 厘米乘以这个2厘米的感觉哈、啊、差不多。好，抬起来啊，一个小佛像啊，因为冬天这个印泥比较干啊，所以说盖的都比较的浅一点哈、啊、好，也是擦干净之后呀一定要放起来哈、啊、千万不要不擦，很多人啊盖完印章就随便一扔了，这都不好哈、啊。容易这个印章啊时间长了之后呀，印泥在里边擦不干净
雨桐老师可不可以在这个水啊水下冲洗一下这个印章呀？可不行哈，这个印章其实怕水哈，尤其是像这种一般我现在用的这石头都比较好一点哈，哎，还差点事儿哈，这都不是很好，因为我一般用的你看像这个风门青类的会比较多，我比较喜欢风门青的质地，还有老挝石比较多一点哈，我家里边石头也比较多，但是更多的是不使用，就是放在那里啊，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不怎么刻章了哈。平常篆刻老师这么多呀，让篆刻老师给我刻一个岂不是很方便吗？对吧？这枚啊是我很早之前刻的了啊，那个时候学习这个寓意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印泥啊确实太干了哈 啊，所以说盖起来稍微模糊一点啊。这一方就是一堂老师给我刻的了啊，他用的石头啊也比较考究一点啊，这是一方这个如意钮的啊，这个封门的带一点菜花底儿的这个啊，我一般啊也是用封门比较多哈啊。这一方啊是一方朱文印哈，朱文印啊其实比较文静一点哈，可以看一下。你看咱们当代这个篆刻大家韩天恒在开嵌盖印章的时候，我感觉他非常的用力哈，他就恨不得把这个印章戳到纸里去，但是确实他盖出来之后呀，效果就是很棒哈。咱们这个都是粗人啊，你看我现在当然咱还用的这个毛边纸显现，我要用一个白纸啊可能会更显一点哈。来抬起来啊，这是一方紫鞍啊，你看这个可能比较模糊哈，我拿出当时这个一堂老师给我这个上面印盒上面这个可能比较清晰一点啊。这方刻得很好，一堂老师是刻成这个鸟虫篆的一方，大家能看到吧？我比较喜欢这方，这方比较漂亮一点啊。各位能看到吧？这是属于鸟虫篆的一个形制啊，紫鞍对吧？啊，有这个修饰的一些纹路啊和花边对吧？属于装饰性极强的一种文字啊。我们应该是学过哈，有同学学过。最后这个进士啊，这是一方正方形的闲章了哈，上本科的时候刻的。啊，已经很久远了啊，咱的篆刻水平啊也不高啊，作为教学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同学说老师你这佛像印咱们可以聊一聊吗？哎，咱可以聊一聊哈。之前我对佛像印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也是当时那个中国呀佛像印篆刻协会的啊。不过这个协会啊，这比较什么哈 啊，来慢慢的抬起来啊。做了一些残破，但是这个残破呀，老师你这故意做的吗？不是啊，磕破了，不好意思啊，对吧？当时磕破了这里，不是故意做这么多残破的啊，不小心盖章的时候呀，就是你在嵌盖印的时候你不要太使劲啊，所以说我说不要太粗鲁，有的时候你在粗鲁，你不小心这个印章打到这个瓷盒边了，这个小瓷盘的边了，你就磕破了。哎，我经常很粗鲁的就这样打上去，导致印章啊有一些残损是很自然的，但是不好哈，因为有一些像这种规矩的啊，不必要做太多残破，就会乱，对吧？啊，所以说喜欢印章的同学啊，现在啊我们又讲又说，可以有课的可以回看一下，还没有上过篆刻课的同学啊也不要慌张，我们回头啊还会再上的哈，同学们到时候再聊。好嘞，我把这几方印章呀收起来。啊，一定要放到这个什么呀？放到这个印泥盒里边放好哈，啊，不要这个乱放哈。好，保存好啊，保存好，放到一边。同学们稍等我一下，我擦干净，因为这个东西不擦好之后呀，我怕这个，尤其这种朱文印的哈，线条很细，印泥啊就会蚕食印面，然后下几次盖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清晰了哈。好嘞，我收到一起啊，咱们开始讲这个正课了。所以说可见我平常，你像我个人平常用的印章啊非常少啊，我也不用太多，简简单单洗印手章和姓名章即可了啊。平常啊我给大家备注一下哈，我平常用这个印章呀啊，这个材质啊一般就是这两类的比较多啊，一个是青田。青田其中一个种类叫封门啊，封门青、封门洞或者是菜花，这些比较多。还有我喜欢用这个老挝，大家有没有来买过这个老挝的？哎，我记着我看群里边有同学当时分享过这个老挝石，是不是？老挝石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国内的哈，它是我当时啊上学的时候呀，
我上学的那时候呀就开始流行，对吧？然后呢，现在我看很多人越来越的使用老卧室，我比较多一点，一般就是这两类哈。其实我自己姓名章呀，我自己的姓名章就有十几个，有朋友刻的，有我自己刻的，但是我平常用的啊比较少哈，但也不花里胡哨的这里盖一个那里盖一个，正常就会喜欢用一堂老师这个，还有我当时很早自己刻的这个了哈。对，老卧室哈，就是我正常用这两类啊，当然还有更多的像这个寿山，芙蓉啊，包括这个昌化呀，啊，这些都可以哈，就没什么忌讳哈，只要好看就行，是不是？但自己刻一刻，心情也会更好哈。好嘞，咱们直接看一下本节课的啊，关于这个上节课啊，上上节课我们讲这个掩体的那个同学们的问题啊不多，我在作业点评课也讲到过一部分。那我们直接开始本节课的内容，朝辞白帝彩云间。那流体的这个创作啊，之前我们创过一个，是不是？大家还记着吗？嗯，我们当时创的那首诗。现在呢，我们又反过来再创，我想同学们也是常学常新了哈。上一次我们创到的是一个海浪如银去却回啊，北风吹起数声雷。其实这节课创的也有这个相同的几个字啊，像声啊，对吧？像这个好几个都重着，我感觉。那好，咱们直接开始吧，先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字啊，我们写流体啊，当时说这个用笔上叫方，而且我们现在顺着什么呀，算是顺着唐代书家的一个轨迹，我们复习到现在了，对吧？学到了这个晚唐时期的著名书家柳公权了，对吧？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啊，书写起来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稍方一点，它的用笔啊是方圆结合，相对比较含蓄。来看，按下去走，那它强调提按，整个笔划的这个粗细变化就很明显。哎，讲到这你想想，当时我们写欧体的时候，它的一个横画有这么多粗细变化提按吗？还没有的啊。所以说强调提按是欧颜的特色啊，也是欧颜比较喜欢的啊。起笔较方，鸟嘴状，和我们这个多宝塔碑啊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鸟嘴啊方向有的时候不太相同。按下，哎，比较方，转折处啊坚实有力，对不对？有点像多宝塔的，但是比多宝塔可能更要方一点。哎，然后里边笔画呢，你发现没有，它不规矩。哎，这一点反而有点像欧体，对吧？没有说是完全的平分空间，而是比较的斜。那下边一个横画反而比较正啊，长横注意靠下一点儿，起笔要较方，回去走停顿上去，右边这个月字注意一下，慢慢的向下撇过来啊，线条啊以方愣感啊，以这个直爽的风格为主啊，右上角注意按下，慢慢提起一按，哎，还是我讲的线条的一个姿态感，它是做的最多的，弯一下停住，然后提起啊，勾画有的时候也偏上哈，但是它的勾画也不是特别长啊，不要甩出去，短横向上啊，再按下，你看它的字还是那种比较什么呀，爽朗啊，硬派的一个感觉啊。咱们从他第一个笔画讲起，当然这个太熟了，哈哈，我们老熟人哈，这个才前两天刚刚结课的，对不对？十二月底，中下旬咱们才结课的，这才过去半个月，也就是吧，还是老朋友的感觉，对不对？你看用笔上面啊，它笔之欧，我们复习过来，多宝塔也好，秦底碑也好，首先我们说，你看我们欧体写一个这样的短横，它更多时候是这样。哎，有粗细变化，但是一般上它很微弱啊。写到多宝塔的时候，这样的短横一般是这个样子的啊，有一定的提案。写到秦礼碑的短横呀，啊，当然它比较重了哈，一般就是这个样子，圆嘟嘟的啊，可以再做的圆一点。那到了这个什么呀，柳公权，你看这些都是斜面，它是相对来说竖直一点，提起，最后。按下，你看它的骨节感很明确。那就这三类而言，包括加上流体四类，我会发现它的什么呀，
它的外形，它的形态感是最强的，你们认同吗？各位，还是我当时讲流体说过的，哎，这么多书法家，他柳公权他当时可能就自己天天在想，哎呀，我的老天爷，我怎么出名啊？前面有这么多的书法家呀，你这数不过来是不是啊？初唐有四家啊，这些二三流的也有，什么徐浩呀、欧阳通啊，这些人啊，要命了啊！还有这个谁谁谁，对吧？我怎么出名啊？所以说它的结构上其实变化并不大，只是一个开张度较明显。然后呢，你看它在线条上一个外形形态的语言上比较严重一点啊。还有哪里看出来更严重呢？对吧？我们再往下，当然也不慌，咱们先看，再看一下这个口子框。所以说很多书法家，我们看一些小细节就看出风格来了。柳体这个口子框的分割空间，你看下边这个压下去向右啊，它还习惯于这个往下切向右，右边走，按下转折处比较方，直抒胸臆，直接向下铺开，停住。你看里边这个横画，哎，往上斜，所以说造成里边的空间也不一样，宽到窄，窄到宽，哎，这一点有点跟欧体啊有一点意思，是不是啊？欧体里边的空间啊就不喜欢那么的稳，但是呢，欧体的这个什么呀？欧体的这个口子框呀，它没有这么的上宽下窄。当时我们特意说过，在作业点评课里边也提了，欧体的喜欢这个样子。哎，是不是？颜体的喜欢什么呀？颜体的上宽下窄当然比较明显了，只不过呢，它的横细竖粗呀也比较夸张，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个书法家各有形态，还真的是很漂亮。那如果到了今天这里，你发现你对这几个书家的特点，你什么叫特点？就藏在每一个小的细节里，他怎么出勾，怎么写横，怎么写口子框，怎么写竖勾，这种长笔画，各位能看出来一些风格的倾向了吧？所以说现在我们慢慢去对比，大家应该是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感受深刻了吧？各位啊，能感受深刻的回复一个数字一，对吧？一个小小的口子框都有这么多变化，真的是三位啊，啊，各不相同。上宽下窄的啊，内部空间不平稳的，短横喜欢扬的特别严重的，好，上宽下窄没那么明显，整体笔画往内凹的，然后呢相对来说哎比较平正的，好，圆嘟嘟的，藏锋的，上宽下窄也挺明显，外拓感强烈的啊，很明显了，这几位书家，对不对啊？啊，你自己写的时候你应该慢慢去研究，这就是一些他的风格，任何一个书法家的风格藏在每一个笔画和每一个小的结构里边去，对吧？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我们未完的，说柳体的笔画喜欢外形啊有变化，哎，线条的外形极其的丰富，在哪里啊？你看我们当时讲过月字的这个横折钩压下去走，哎，按下停住之后向内，然后过了中段之后慢慢的向外弯，停住，然后蓄力出勾，你看是不是它的这个线条外形啊很婀娜多姿，很漂亮呀。咱们还是对比一下啊，这是晚唐，是不是啊？颜真卿怎么写啊？颜清李维怎么写？颜清李维是这样子，比较胖啊，也没有这么多婀娜多姿了，就是停住走了，对吧？就这样横着勾，咱们写国字不写了吗？就是这样胖一点，甚至比这可能还要胖，就这么简单，停住出来了。你说它的外形有那么多变化吗？没有。那么再说欧体，欧体的这个横折钩，咱们当时写过这个什么呀？文字，对不对？哎，往下往内凹一点，停住，立一立笔，然后推导出一个小勾画，也就这个样子。但是好像又有这个 S 型，又有这个弯曲度，哎，还有微微外拓感的，是不是这三个里边啊，最会做姿态的反而是他呀？我们在心目当中总是觉得柳体是一个非常直爽啊，其实人家我也讲过，他很多的笔画里边都是一种啊直中有曲的一个效果，他没有那么绝对的硬朗，所以说很多人把柳体啊写得过于直硬
啊，完全是疏忽了他的一些线条的曲度和变化，是吧？你像他俩就相对比较呆，一个直的往内凹，一个圆嘟嘟的就我知道往外拓啊，极力的表现外拓与内叶。他呢，哎，我也有内一点，我也有往外一点，我的线条外形上还更 S。所以说啊，他其实这种小心思啊也是很多的啊，在线条外形上。那另外呢，我们从这个结构上，哎，咱们在笔划上，在小部分上大谈特谈，对吧？那用笔画我就不多了哈，不说了，更多的是漏风直切的效果。那在结构上，你看“朝辞白”这几个字，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啊，就是选择于玄秘塔碑嘛，对吧？代表作嘛，它没有说是在内部结构上收的那么的紧。内页感不强，而且整个字儿在结构上外形上还是比较壮的，同时啊结构的外形啊开张度较大啊，没有说是那么的紧凑，对不对？因为它的字儿开张度都不弱的，尤其是像这个朝，对不对？朝辞白帝朝，是不是？还有白这个字儿，白这个字儿你要像颜体写它也就这样，只不过更圆厚一点，你要像欧体写这个白字它就得是这个样子了，对吧？往内收比较的夸张一点啊，对不对？可能就这样子了，哎，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们啊，同学们也可以自己啊，现在啊慢慢的了解一些特点啊，慢慢的感受深刻，最终啊对我们这个欧颜柳啊分辨更清楚。你也可以随时下手啊，下笔就很像，想写的像还是先从笔画。所以说我去今天啊，我再次去带着大家分析柳体的时候，我也是先说笔画，再讨论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因为一个笔画都不像，你怎么能达到渴求像这位书法家呢？对吧？好嘞，咱们就继续向下，这样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和复习。咱们再看下一个字，词这个字，哎，这个字又表达了我当时处理结构的一些招数，哎，这个招数是通用的，不管颜欧柳啊，除非你不做这个斜视了。只要你做这个斜视，我在词这个字上我会讲什么呢？同学们应该能有会猜到的吧？我们有能猜到的，我要在这个字说什么呀？啊，像我们这个左右啊两部分，如果都是什么呀？都是大小啊、宽窄啊、高低啊差不多一致的，那它就只能在空间上做变化了。那在空间上做变化就只能在什么呀，高低位置或者是紧密啊疏松上搞搞变化了。那这个字它做的肯定是高低的一个错落，大家还记着我在这个左右结构课程节课的最后一节课讲过这个什么呀，讲过这个结构规律吧，对不对？你像这样左右宽窄基本上一致的字儿，就只能做做空间，要不你做啥？要不你还能选什么呢？各位，对不对？你这大小都一样，宽窄也差不多，你还能做什么变化呀？什么也做不了呀，就只能做空间上的高低错位了啊！这个大家也应该学会。当你创作一个字的时候呀，左右两边碰到这样的相似的情况，你就应该想想啊，在高低上搞搞文章，是不是？啊，整个字不就出来变化了吗？像我们当时写这个安静的静字，对不对？啊，高低上面没有啊，长短上面没有，大小上没有，宽窄上没有，只能做的什么呀？只能做的高低的一个错位了啊。哎，这个镜头是不是一直在晃呀，同学们？哎，大家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一下，我切换出来再给大家进来啊，等我四到五秒钟，防止晃的同学们难受啊。稍等啊。来，这个样可以看到了吧，同学们，应该是不晃了哈，刚才不知道碰到哪里了哈，稍稍的有一点晃，咱们把这个再展示出来。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招数，同学们，招数就是跟什么呀，我只要说到招数了，它一般就跟这个书法家没有关系了，谁都能用。你像我最早给同学们讲这个柳体课，第一个招数是什么呀？我说当时最早的一个招数教大家就是线性的一个方向变化，哎，两个短横往上扬，一个长横往下压，有这个逆时针与顺时针相背的关系，对吧？哎，这搞搞变化。好嘞，咱们再写一下白这个字哈。嗯，其实这节课我给同学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讲解的惊喜哈，因为本来这节课咱们会进度较快，为什么？刚结束过柳体的创作哈，同学们相对比较熟悉，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什么呀？就是写写福字哈。这节课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字，福的一个写法哈，教教大家怎么再写写大字福，算是这节课的一个彩蛋啊，甜品啊，也不是甜品了，彩蛋的一个小惊喜啊。咱们再看一下白这个字，白这个字就更是体现了我刚才说了，柳体在这个大结构上它是很壮的啊，它没有收的那么紧，在体态上面外拓感也较强。哎，按下去推过来，你看还是外拓，停住，横画按住，往上走，停顿一下，慢慢的向下收，你看也是外拓，鼓鼓囊囊的，对不对？包容性，整个字是很大的，对吧？没有像这个欧体啊，但是你看它这个横画也是往上扬的很严重，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完全是两码事儿，但是下边这个方向啊又相对的平和了一点，因为得搞搞平正嘛，哎，所以说呀，它对于内部小空间啊也是有这个变化的，而非那么刻板与规整，所以说它真的就是集众家之长了，算是，对吧？把这个风格收一收，把那个风格收一收，哎，出来了，哎，整个字儿是很壮的。这个字你要注意，我们从左边也看出来，白字肯定比地这个字要写的整体小一点，但是整体写小，笔画要写粗重一点，这是我们说的章法规律，对吧？那你看同学们，这样的字我们就能感觉到什么呀？柳体大部分的体态结构上面还是学谁呀？学言啊，可能有同学们啊是这个插班生哈，是听旁听生，没有之前我听我讲过哈。它的这种结构上学习言体的外拓，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充和丰腴之美，或者说我们叫宽博之美啊，不是紧凑精神，也不是内敛啊。好，咱们再看一下地这个字哈，地字也是这个玄秘塔碑的原字哈。地字在写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体现了柳体一个什么风格呀？各位同学，咱们10107的朋友们，这个地字体现了柳体结构上什么特点呀？回答一下各位啊，这个别冷场啊，咱们虽然人少哈，还得聊起来啊，是吧？这个笔画这么突出，这么伸展，体现了柳，对，陈龙同学说的很好，就是我们这个柳体啊中部突出之感。哎，可能有些人想说，老师你这不废话吗？这个字不伸展长横，不伸展竖，它伸展啥呢？确实如此，这是一个通法，就是说谁写这个字，写楷书一般也都是伸长横伸长竖，但是呢柳体啊它伸的这个更夸张，就它这个字啊，如果它想表现修长啊，它可能像欧体那样啊，欧体你写这个字可能就变了，欧体你写这个字你得变成这个样子，哎，注意这个是绝对往内收的，停顿出来，然后下方走，哎，上去，注意这个时候就要看了啊，这个字停住小勾，然后它的竖画一定是非常的长的，是吧？你要欧体写这个字啊，它得是这样，它也是中部突出，但是呢这个字扁呀，柳体的字扁呀，欧体要写这个很修长呀，对不对？所以说它的中部突出是个人特色，并不是，其实指向的意思就是左右多多开展，反而上下要适当的压扁。这时候一讲，很多人，老师这不是隶书吗？但是整个字啊还是倾向一个什么呀，就是说这么长的字它还会写成一个接近正方形，你要像欧体这种体验瘦长的，它立马就变成一个长方形。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哎，你像我们说这个隶书曹全碑啊，它是什么呀？结构上呀叫主体压扁，大部分的字是扁字，但是你注意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字扁，怎么看出来呢？比如说你给曹全碑这么一个正常人都写瘦长的，他可能写成正方形，那就说明他宽扁，那正常人容易写扁的，他会写得更扁，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特点，对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整个字的一个体态，大部分字表现出来一个外形是什么样的，还是我们说这个中部突出的字啊，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一个人啊，到中年了啊，吃多了
啤酒肚出来了，对不对？它会显得这个人是比较的壮的一个感觉。什么意思啊？这个欧阳询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正常人，甚至我们说叫起码是模特的身材是这个样子啊，不是特别的胖。但是言情李薇的身材呢得是这样，是吧？那介于两者中间啊，刘铁的身材得是这个样子的，适当的中部突出一点，但是没有这么胖啊，这是他们三个的感觉哈。所以说还是我们说叫肥而不腻。其实虽然这个句话经常形容这个言情李贝或言铁，对吧？但是我们说呀，肥而不弱，肥而不磊弱啊，是这个刘铁，因为他比较的壮一点啊，中部突出嘛。就像我们健身的很多朋友啊，他的上半身，他光练上半身，对吧？他这个肩膀啊，他这个肩宽啊，很夸张，就有那么种感觉。所以说，你看到"D"这个字儿，其实也很像一些练健身的人，对吧？他的肩部啊练得特别的宽啊，很壮，是不是啊？这个感觉，对不对？夸张一点。那这种人，你看着也是壮，也是那个来个几级台风啊，这个有刮不跑的那种，对吧？你几级台风刮跑，类似于欧铁这个。有点像，对不对？不说减肥过程了啊，这都是一些比喻，让同学们能够体会到，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结构它不会弱，你不会看一个左右伸展的结构觉得它比较的弱，比较的秀气吧，对不对？除非在用笔上，但是只要左右开张啊，整个字儿偏向一个正方形，甚至是它就会比较壮一点啊，比较扎实一点，对不对？所以说中部突出嘛，也是流体的一个结构特点。好，咱们再看一下采这个字儿，之前咱们写过是不是啊，采丽基督。我也是刚给这个什么呀，刚给这个1137的上完这节课。那关于流体的，如果有同学啊还想继续学习复习的话，可以，也我估计你们的课程应该又开了一期流体的直播吧，那就是我的1137，也可以跟着再听，都没问题啊。你看采这个字儿，左边就是一个大脑袋，右边啊是一个三个点，注意还是我说的，它的空间上是非常疏朗的，还没有收那么紧。右边一定是这样什么呀，比较有距离感，推出一个小点啊，小点话呢略带一个小尖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啊。整个字啊左右之间是疏朗。我们在上节课聊颜体的时候，它这个疏朗东西太多了，你像这个国字呀啊，图那些字儿啊，外边缘很扎实，它有个大框架是稳住的啊，然后里边稍有一些这个松散，或者说是空间比较大，这还能够稳定，对吧？好，咱们再往下看哈，到这个云这个字了。熟悉我们的课程的同学就知道，云这个字是哪个碑帖里边的，各位啊，黄色底儿啊，这个。而且这个拓片啊还比较黄一点，是不是啊？它这个是神策军碑啊，开几节了，都讲到20多节了啊，都讲到包围结构了，快末尾了都啊。我当时就开过哈，英英同学上10107的时候一直在兼顾着1137两期并开啊，是得歇一阵了哈，不能老我上课了啊，这要命了，对吧？不过虽然跟同学上课呀，还是比较高兴的哈，但是并期开的时候呀，有的时候还好，其实都没什么啊，说实话，只不过长期一直并期就会有点疲倦。不过我跟同学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往往就是什么呀，上班的时候经常这个状态，就上边的时候啊，睡眼惺忪，一到上课了，大家听我的声音就能听出来，一进到这个直播间了啊，就感觉这个状态啊又回来了。这个直播间就相当于我的一个脉动一样，对不对？一下子脉动回来了。所以说各位听我上课的时候经常就是底气很足啊。在我旁边上课的这几位老师啊都挺烦我的，因为他觉得我的声音啊非常的大。他们的学生也经常反馈啊，某某老师你旁边那是谁呀，声音怎么这么大呀。这个我就这么声音就会比较大一点哈，其实正常我们直播间很隔音啊，但是我声音确实太大了啊，所以说我希望同学们被我这个状态所感染，咱们也要激发出来对书法学习一个兴趣。再回来讲到，我们还是这个什么呀，创作课，
你创作课你要搞作品啊，你搞出来之后今年这就好多作品啊，我们甚至可以去装裱一下呀，对不对？你装裱一下非常漂亮，你花不了几十块钱的，对不对？那个意义是非凡的，是不是？创作嘛，就是搞搞作品，就是要积累啊，这是给自己的书法学习啊啊有总结性，对不对？说我也特别喜欢做创作，但是呢做创作呀，咱们现在我虽然一讲说这个古人啊一日临帖一日创作啊，很多同学说了，老师我们为什么天天在创作呀？你没有在天天创作，你看这些字你不还在临帖吗？对不对啊？这个云字呀是选自于这个神策军啊，神策军啊我当时也讲过是流体啊一个非常典型的碑帖，不过他呢他神策军遭到破坏了哈，当时我说过神策军是有一个故事的，我也发到群里了。当时啊有好几支队伍啊打到这个长安城里边去了啊，就把他下边的给他残损了。而为这么一个碑为什么下边的被打坏了呀，也可能当时够不到上面哈，但是为了破坏啊就把下边破坏掉了。所以说神策军碑上上面很多字啊都没法看了啊，也不知道哪一伙军队啊进了长安城啊，把这个神策军碑啊给破坏了哈，可恶的很。但这个没法说，因为人家毕竟是朝代更替嘛。注意这里啊，这里是残破了哈，一定是点下去之后这样出勾，你可别跟着上面学哈。当时我讲过这个字，我记得从哪里啊，哎，很多同学就写成这样，这是欧体啊，各位，欧体才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勾啊，流体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额头勾啊，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当时我带着同学们创过这个海浪如云呀、啊、去却回，很多同学就写成这样了，没写成这样。咱们现在又创到这个云字，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然后下边注意一下，还是偏左的位置，我们写一个小竖画啊，左收右放嘛，稍微的长一点点，停住。点画空灵一定要用小笔尖写啊，不要写的太乱啊，很多人这个点画呀写的乱哄哄，这一部分空间啊就有问题了。下边接住我们写一个横画压下啊，长横尽量的多伸展一下，好，这边就停住了哈，这边和它卡齐，这边稍微的这个多出一点。那下边注意它的写法，一个撇画在顿下提起，最后接一个长的顿点啊，它和神策军碑啊，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啊这个风格呀、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啊，这个没什么太大区别，本来他俩差的时间就这么三五年，对吧，就是没差几年写的，他风格绝对一样。不过为什么我们不打神策军碑，就我刚才说的，不知道哪个军队攻进长安城的时候给他打坏了，下边都没保存好，那就全部污损了啊，全部破损了哈，这就没法当做主要学习了。但是风格上面神策军碑相对而言啊，当时咱们做过对比，是不是、啊、柳公权的另外几面嘛，相对来说厚实圆润一点，比之玄秘塔碑要更加的圆润啊，粗细对比好像是没有那么强烈啊。好，这是这个云字，我们直接用神策军碑就可以啊。你像这种啊，你像这个时候就提到一个命题，我就要红色笔写了哈。我们说我们在集字创作，现在是不是集字啊，就是古代书法家写过的我们就放上，没写过的我们要找找他的其他作品，如果他的作品里面没有，再找找其他书法家的。我们集字当中碰到都是这个书法家的，哎，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到这个书家，他有好多作品啊，都有这个什么呀，都有这个云这个字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像颜真卿我们就看过什么呀，看过一个事儿，就说这个多摩塔碑的风格和秦礼碑，包括最后晚期的一些家庙碑啊，这个麻姑仙坛记啊，这些差距是非常大的。你说我们哎，比如说说这个颜真卿多摩塔碑有这个云，但是你现在是什么呀，你现在是这个颜秦礼碑的创作，你可以拿来用吗？同学们可以拿来直接写上吗？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它相差时间太久了，好几十年，风格变化已经很多了。但是你像这个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的时间差了就这么几年，对吧，三年还是两四年了我给忘啊、哦、四年应该是。就是他的书法家的风格变化不大，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比着这个云字进行书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书法家相差时间很多的啊，很长的，
这个作品，咱们就不要当做一种风格来看待了，各位能理解吧？空下去以后呢，这里有残损的啊，我给你画出来它残损的地方，看到了吗？在这里左上角看到了吧，它少了一个顿点儿，然后出勾是额头勾的效果。那关于集字，我们找书法家也要尽量找他写过相差时间不久远的相同作品做参照，这是最好的啊，不要一找找到他二十年前写的哈，那风格差得太远了，各位能理解吧？能理解的这个回复一个一，这也是我们集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技巧吧，对吧？你不要找得太久远的哈。集字的规则是什么呀？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集字的一个集字创作，就是你找这个书法家呀，第一要点是找你所学习的这个原碑或者原帖，这是第一要义。第二个就是书家的其他作品。第三个才是同类型书家的一个其他作品。到最后实在没有，只能找找繁体字就可以了哈，没得找了啊，找个繁体字知道怎么写就可以了。这是他的一个逻辑哈。原碑帖啊，玄秘塔碑有的我们就直接抄写。然后玄秘塔碑没有，找找他写的其他作品，相差时间不久远的其他作品也没有，好找其他书法家同类型书家写的一些啊。那你起码你写唐楷，你不能找到这个小楷吧，对吧？你不能找到魏晋时期的小楷吧，你也不能找到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墓志吧，你尽量找唐楷啊，对不对？如果实在都没有，你找找繁体字了，只能是。你像昨天晚上我带着这个什么呀，带着这个113期的同学写啊，我创作了一个鱿鱼的鱿，那这个字儿说实话你没写过的啊，新鲜字儿你就只能拼凑了，根据原碑帖拼凑了啊，你其他书法家也没写过，你其他作品也没写过，这是个新鲜字儿啊，这古代没这个字儿啊，鱿鱼的鱿啊。好，咱们再往下哈，那这个云字咱就直接比着神策军碑写就行了。但是到这个一间屋两间屋的这个间字，哎，那确实没有了。那这个字我们就得找什么呀？找这个搬运工了啊！咱们就好好做一个搬运工。怎么找呢？我们找到了这个文字和这个会这个字。为什么找他俩这个字呢？同学们，因为文这个字可以借用门字框，会这个字可以借用这个什么呀？借用这个日字底，然后挪到里边去更好了。因为为什么不找单纯的日字？单纯的日这个字它可能更宽，就像白这个字一样。但是你找结构类型的这个日这个字它就会更好。当然看这个一间屋两间屋啊，它有好多种写法哈。咱们现在啊先用这个正常的写法，里边它有写成月字的哈，咱们正常不出错的话就把它写成一个日字就可以了哈。来，我们借用一下文字的门字框，咱们先书写一下。哎，它的门字框呀，这个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平整的。咱们当时说门字框一般有那么三到四种哈，外拓极强的，往内收的，相对平的。咱们现在就用的是相对来说啊比较平一点的，对吧？这里也没变成提画，是不是啊？你像欧体它就变成提了，比较尖锐啊，就是说它喜欢尖的东西多。但是像柳公权呢，喜欢方的东西多啊，四边形的东西多哈。停住，上方断开有空间，压下。好，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的直爽啊，没有那么多姿态哈。好，停住，到这里停住之后顿一下，蓄力出一个勾画，这个勾画还很重啊，这么一个效果，也是什么呀，开合度逐渐增加的左短右长。那里边这个日字我们就用会这个字直接挪过来用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当然会这个字的日字啊，它有一些上宽下窄啊，你放到这里注意左右肯定有空间，尽量在中间对照的一个位置看一下，我们就可以适当的不要那么上宽下窄明显了，简单的一收就可以。好，内里横画一就是比较斜，然后下边收住，哎，这就出来了，整个字的这个柳味儿啊很浓厚啊。那你看我选择的这个尖这个字呀，它也是柳公权写的，只不过不是神策军碑，是这个小楷一个作品里边，但这个很陌生啊，不太适宜，所以说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拼凑型的，我也没直接临摹。其实直接临摹它这个也可以，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的写法呀和这个玄秘塔碑啊很像啊，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哈，差距并不是很大，只不过我怕同学
很难理解，我还是找一找这个什么呀，找一找这个啊，玄秘塔碑里边的一些组合呀，咱们进行拼凑，这会更好一些。也很简单，注意空间，因为文这个字耳朵旁啊，耳朵里边也是左右有空间的。还是我讲的疏朗为上，切勿紧凑，过于的小气啊，也很简单，您接着就出来了，不是特别的难。那我们再往下边走，同学们再往下边看，我们把这个挪上去啊，再看什么呀，再看这个千这个字，哎，千里江陵啊，千这个字呀是我们原字啊，咱们就直接有什么呀临写就可以了。但是李这个字有些问题了哈，李这个字啊他确实没写过，但是李字呀有两种写法，里外的里和千一公里两公里的李字是不同的啊，这个大家要用好哈，注意这个繁体字的应用。好，咱们直接临摹一下这个千字，注意我还特意选了一个什么呀，粗细对比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字儿一共就三个笔画，粗细对比稍稍的强烈一点，哎，更能让整个字显得比较的丰富性啊。咱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呀，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表现的强烈。你看这个横细竖粗非常明显，而且流体这种大头啊骨节感呀表现非常的精致，整个长横的这个扁担状呀非常明显啊。那这个竖画呀一定要注意，同学们，竖画在写的时候啊，当时很多同学也是弱，什么弱呀，就是下笔的时候很弱，不敢写粗重。上节课我们写了写颜体，我估计很多同学们现在也敢写粗重了吧，上节课咱们写到这个门字框的时候压下去，哎，保证毛笔按得下去，同时又能够提起来啊，让同学们狠狠地压了一下，对不对？那我估计这个时候再写这个什么呀流体就很方便了，因为你相当于从颜体那里学会了什么呀，学会了提按相生，它这个绝对的纯中锋啊，绝对的力量灌注，绝对的纯中锋的表达，非常厚哈，这样的线。好，再给同学们写一写啊，这种笔画一定不要在气势上就弱了啊，一定要加厚哈，铺锋嘛，还是铺得开啊。来看，一、二，哎，往下，力量全神贯注，铺开，略带胖一点，你看这里稍稍的有一个小肚子，然后从中间出来，你看他这一段往往都很快，很多同学喜欢什么呀，这样写，这就属于什么呀，粗细渐变太快了。但他这一段是我说的快是什么呀，就是提笔很快，留下这个尖不是特别长，它不是这种逐渐变修长，这种就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扎人啊，这就提按节奏不好，它是缓缓的提起，最后突然一快出来，留下这个地方呀也不是那么的尖锐，反而很敦厚的感觉啊，这种效果一定要注意啊，提笔切勿过快，虽然它强调重提的话，但是呢是什么呀，不要甩啊。好，咱们再看一下李这个字啊，这个字要创作咱们取法的是谁啊，取法的是这个重量的重啊，当然这个咱们后期啊还会写到这个重字啊，万重山嘛，对不对啊，重啊，但重量的重嘛，咱直接用了，为什么直接又用了，因为这个重量的重啊下边它就是一个李字，和我们这个李字呀完全的重合了啊，所以说就是拿来主义了，只不过把一个字的部分呀变成独体字了。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教过怎么把一个字的部分变成独体字呀，它作为部分的时候它的收放是不太像独体字的，到独体字你先找什么呀，先找收放，那很明显独体字也是什么呀，上收下放啊，那上面在做重字的时候也是上收下放啊，直接拿过来用啊也可以，只不过上方的这个头部呀啊适当的这个扩大一点点啊。好，那我们就出来整个字了，也好出哈，这些创作呀我们刚结束流体不是特别难哈。走，下边停住啊，竖画粗重停，长横伸展啊，它的长横啊一般都是左边长一点，右边稍短，左势开张嘛，这样就出来了。各位啊，李这个字，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我们这个繁体的李啊有这么几种啊，它不同的一个写法，我们繁体的李
一个是这个啊，一般就代表一公里啊，千里嘛，代表路程嘛。还有一个里是这个，有的时候啊，用这个里外的里啊，可能用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里是我们这个，大家能见过吗？类似于像果一样，对不对？这是不同的用法，大家要注意哈。但是今天我们用这个，对吧？你正常写里外用这个多，对吧？啊，其实这个是最少用的哈，最少用的。那关于这个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什么？叫汉典啊，一个小软件，也是可以去查字啊，查一些字的用法和繁体字的一些甄别。因为有些字啊，它的繁体啊啊，不要直接拿来用啊，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它有不同的含义，这个要区别一下。你查一查汉典会更好啊，也有推荐给大家一个小软件啊，百度直接查就可以了。好嘞，咱们再往下，江这个字咱们选用的是秦礼碑的啊，但是很明显不能直接拿来用，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注意的注啊，还有和什么呀，和这个宫啊，这个字咱们直接拿来做拼凑了啊，也很简单哈。我们用三点水的外拓感，那这个其实和掩体是非常相同的啊，都是一个外拓的效果哈。咱们进行拼凑来看，先把三点水安上啊，比较重哈，这个三点水一定比较粗重，因为整个字啊，它这个右边放的不是特别明显，还有这里不要提的太长啊，太长就乱哈。然后宫这个字咱们可以模仿掩体，因为掩体的结构和流体的结构同出一门啊，相对比较外拓，那我们就把这个宫字直接安在这里都可以了哈。看一下，压下去很粗重，往上注意一下，这个笔画一定要粗，因为主人的主这个字也是这样。哎，慢慢的过来，一定不要长，内部一定要缩扁，这里略有一个穿插，停住，那这不就出来了吗？柳味儿也是很浓啊，对吧？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呀？右边短，左边长，这属于左长右短型，因为和这个注意的注也是这样差不多。注意的注字，主人的主比它多这么多笔画，还是左边三点水较长一点啊，这种效果。来，我们再往下看零这个字啊，零这个字啊，其实我们就到了这里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进行什么呀，进行这个书写了，因为太熟悉了啊。咱们直接剩下的时间，我们稍作一复习之后啊，我们就直接看这些非啊玄秘塔碑的字儿进行讲解即可。嗯，它不像我们之前讲这个掩体和这个欧体了，咱们需要在每个字每个字说了哈、啊，因为这节课啊，我们刚结束不久，所以说同学们。可以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如果需要讲，需要我讲，需要我哪个讲，同学们提出来啊，或者说在答疑阶段都可以。但是我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给大家只写这个非玄秘塔碑的字儿，或是集神策军，或是非玄秘塔我们需要创作的啊，其他我就不讲了哈。因为咱刚结束不久流体课。咱看这个环啊，这个字啊，玄秘啊神策军碑当中的，那么我们老规矩可以直接临写。这种走之旁的字儿，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呀？先写走之旁里边。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你先写里边很有可能是什么呀？写的不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怎么样？你要观察好啊。你看，在这个咱们给这个“环”这个字，画一个这个田字格吧。你们来看一看，画一个田字格是干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平常很多字，老师我给的案例图不都自带田字格吗？给了田字格，或者说就是让你确定一个什么呀，我用蓝色框标出来，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个部分大概在什么位置，然后你在下笔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说内部和外部呀分散太开。你像我们多少同学写那个返回的返啊，里边这个样，结果走之旁这么宽，这就不行了。当时很多人写欧体都这样的，满字对可以组合啊，可以组合，当然没有问题。只不过我们用注意的注和宫啊更简便一点啊。所以说你在写，如果你还是选择先写内部，那当然是结构规律啊，用笔的一个笔顺，你就一定要想好内部的结构在格子里边什么位置。有的时候它甚至是偏左的，各位，尤其像曹全碑那种开张度比较大的，你要先想好内部的在哪个位置。你像这个基本上还位于中间啊，甚至中间偏右那么一点点，对吧？注意好这个，你才是有恃无恐嘛，下笔才稳重嘛。
过来，你看撇折顿下提转折处都非常的厚重，出来往下啊，稍微的瘦长一点，上收下放嘛，对吧？走顿下啊，好，右边啊，左边注意一下，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停顿。所以说这种空间站位啊，甚至你在空白格里写，它都是一个什么呀，对于我们空间的一种掌控能力啊。这个你现在掌控不好，你就在写之前啊多估量一下啊，不要慌张的就直接写哈，比较粗重慢慢的提出来。你看这个字儿在格子里边站位就很稳定了吧，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我讲的，先把包围被包围的部分大概在什么位置确定好，然后再去做啊。很多时候它是偏左，你像我写一个曹全碑的，对吧？我写一个曹全碑的这个带走之旁的字，比如说我写这个远吧，或者我还写这个环也行哈。你看曹全碑写这个环，你说里边的这一部分应该是偏什么呀？我问同学们，如果你是曹全碑创作，你估量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内里的部分应该是大概在哪里啊？还是在中间吗？各位，各位想想，还应该在中间吗？各位寻思想一想啊，用我老家话叫寻思寻思。其实原碑上有这个字儿哈，环啊，应该是在格子里边，肯定会想到应该要适当的偏左而非中间了。因为曹全碑有一个非常长的燕尾，这样放开，对吧？这里空间很大，所以说整个字应该是写的时候下笔你要就有概念，对吧？这里稍微的偏了一点哈，那下笔的时候就要有概念，它应该是偏在这个位置，对吧？啊，里边是一个三角哈，代替了，然后是一个小竖画，对不对？啊，这和我们写楷书又不一样。所以说，对于字体的一个收放的认知啊，你要有办法啊。尤其是写这种走之旁的字，你要先确定，也就是说我们被包围的字啊，要处理好的一个空间啊，要先有概念，后去书写。好嘞，对啊，有大船的形状啊，有一种包裹状啊，当时我们也讲过啊，非常的有这种托起的状态啊。好嘞，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完整的，再往下走哈，咱们到这个第三句话了啊。第三句话上来啊，两这个字就不是这个原字，对吧？那这个字我们用哪一个进行改造呢？我们直接用雨字进行书写就可以了。因为雨这个字属于同大框形啊，它的外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直接用雨字的外框之后呀，里边加上两个小人就出来这个两字了，对不对啊？倒也很方便啊，这也是属于找外框。还是说呀，像秦礼碑啊、九成宫啊、玄秘塔呀，它都属于字特别多、字库非常丰富的一些字儿，你找起来吧也不是特别难。你要说老师我现在学的是这个什么呀，学的是九花帖呀，哎，那完了，九花帖一共几个字啊，你拿它去做创作有的时候很难找参照呀，对不对？所以说我身边啊学九花帖的人，他们创出来啊很难的，因为有的时候集字创作没有那么多字儿，对吧？九花帖的作者是谁啊？杨凝式啊，他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可见可看的一些墨迹本的作品啊，或者是碑刻也行啊，供参考啊，都没有。那注意里边就要变成啊两个小人儿，注意两个小人写的时候我们也写过哈，好多时候我们都写过这两个小人儿，是吧？而整个的雨字这边窄右边略宽的一种状态哈，这个左收右放型，这也就出来了，倒很简单。我在原碑上找的这个字是多宝塔的哈，做一个简单参照就可以了。好，咱们再看原声按题啊，到了题这个字非这个非什么呀，非玄秘塔碑的字了哈。我们用的是这个帝王的帝，当然也是我们之前写过哈。然后我没找口子框，为什么呢？我们玄秘塔碑里边没有口子框的字啊，同学们，我们当时教这个左右结构也没讲过，但是我们说可以用这个日字框来演变啊。我们日字框是怎么写的呀？当时我们写过一个时间的时，它是这个样子的，左短右长，中横，中横比较斜，然后外边提过来比较长收住，我们用它可以推断出来口子框的写法，对吧？当然我们虽然没写过口子框，有一些类似跟口子框相关的，你像这个日字框呀，包括还有这个
田字框呀，啊，有些类似哈，那肯定还是遵循什么呀？左小靠上，对吧？那左小靠上，我们有很多左小靠上的字儿，同学们自己都可以回忆出来，对吧？我们当时总结这个左右结构，那这个口字框呢，我们就可以写在这个横中线，哎，以上一点，然后再去拼凑。所以说这个字反而还很容易。那这个口字框在写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呀？上宽下窄，啊，左长右短。那右边注意把这个地字呀放上，那右边的地字要写的时候注意什么呀？注意这个左收右放，因为左边有东西了啊，有这个口字框，到这个位置停住，回伸展按下出，下边微微的外拓，还是保证这个正常的姿态感，竖画笔直啊，有的时候可以偏左出偏右偏中间出都可以啊，但是没有偏右出的哈，啊，那这个字不就出来了吗？啊，左边左小靠上啊，这个位置关系基本上也到位了，哎，不是特别难哈，啊，因为它就遵循规律嘛，对吧？创作起来也很简单，这样的效果。如果有同学觉得太靠上了，可以适当的再往下挪一挪，调整调整位置，但整个字这个空间会比较大啊，比较的松一点哈，啊，这种效果。好嘞，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之前还有这个柱子哈，柱子的话我们选择的就是这个侍卫的侍啊，还有和什么呀，和这个注意的注啊，两个还是找注意的注哈，进行拼凑就可以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图啊，我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柱子呀，同学们可不要直接写哈，它是什么呀，它是这个多宝塔碑的啊，多宝塔碑的字偏于平整哈。我们写这个流体的，注意拿这个侍卫的侍的单人旁，哎，咱们先放到这里，出来，停住，好，到这里停住，然后右边找这个注意的注啊，直接进行这个结构拼凑就可以了。那很明显还是选择这个单人旁较长吧，然后右边注意一下控制啊，短横，下边稍斜。往上注意空间，不要交接太紧凑，停住。这个长横在写的时候很明显是左边略长一点点，右边略短，左长右短型，那这个字也出来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是对吧？你可以这个点画呀稍稍再靠上一点，这边有些空间断开也行哈，交接上也没问题，因为这种字咱们之前也碰过，你想写方这个字它就接上，有的时候写主字的时候它就断开，这种点和横的搭配啊还是比较丰富的，对吧？不是特别多。那整个字要注意一下，还有微弱的这个结构上面啊，空间上面这边紧这边松，然后这个横画左是长右是啊，右边比较短一点，这都是他自己个性的一些东西啊，和多宝塔碑不一样，多宝塔碑的主人的主字啊还是平分的感觉啊，左右对称了。好嘞，咱们再看一下这首诗啊，最后一个非，非什么呀？非这个玄秘塔碑的字儿哈，就是这个什么呀？过这个字儿啊，还有神策军碑的两个字啊，周字和这个慢字，再给各位写一下啊。周字咱们之前创过，对不对？啊，我记着当时哪位同学，哎，不是，是当时我讲什么呀？我讲这个船字旁，我说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什么呀？把偏旁变成单字儿，当时就创过这个周字。然后我创完之后我说了啊，神策军碑啊其实有，注意一下整个笔画的一个外拓感即可，相对来说啊瘦长当中还是比较壮实的那种，点住出啊，也可以最后写横啊，这个字的笔顺当时我给大家介绍过还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啊，整个字偏瘦长啊，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精细啊，竖画是外拓感。然后过这个字儿，咱们直接拿这个麦字，为什么呢？因为结构太相像了，而且内里的部分啊，包围的部分啊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又是拿来主义，非常好用啊。那我们直接可以写一下，但写之前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被包围的部分应该是位于中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啊，差不太多，上收下放，注意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了。停住，这个地方咱们什么时候写过呀？同学们，里边一个小人，骨头的骨啊，各位还记着吧？下边注意，放开，抬起来，按下，
啊，不要太开张哈，内里包裹部分还是要稳重一点。走啊，基本上就这样。然后我们这个走之旁，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什么呀，迈啊，速度是几十迈的这个迈，是不是啊？哎，伸展呈现一个弯曲度。李屯老师，这里他拐了好几个弯吗？那里有略显残损啊，但是他确实可以拐好几个弯，我不建议大家直接学啊。迈字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地方呀，你看有的时候它是像多波塔一样，它多拐一个弯，我建议同学们你就直接写两个弯就行了哈，你不要搞那么多花哨的，因为很有可能咱们要用一些什么呀，常见的写法，对吧？不要用这个冷门的，虽然在多波塔碑当中啊有，在这个玄秘塔碑当中有，咱尽量别用哈，用相对通用的好不好？或者我说的相对通用不是这个书法家，是整个写繁体字相对通用的，跟他都没有一定的关系了。好，注意一下左右空间即可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拼凑行吧。右边还有微弱的，很多人容易把里边写大，然后这边就和这个捺脚平齐了，这个效果不好哈。就是收放不明显，也是我讲的，我们到底对于这个被包围的部分啊，它有多大的范围，有一个概括啊，有一个这个整体的分析能力。好，咱们再写一下万这个字，万这个字啊，咱们也是直接临帖即可。不过临着临着，我们发现，说实话，这个万字神策军碑写的怎么样呀？这个左下角偏黄的那个，各位看到了吧？他这个写的有点过于瘦长了啊，我们适当的把它缩扁一点，可不可以？当然没问题啊，他这个确实略显瘦长了一点啊，没有必要啊。内里收啊，当然这个最后写就可以了啊。有的时候也是啊，有些人，你看我经常看一些书法家写字，他的笔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每个人的秉性啊，啊，每个人书写习惯真的不同哈。推起，往上啊，往往是提上去没有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可以稍微扁一点，它那个太长了啊，我感觉有残损的可能性，对吧？残损是因为什么呀？这个左边的竖画有点短。啊，它那个残损它有点长了啊，写成这样即可。好嘞，那关于我们本节课呀，啊，咱们讲的这个创作内容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但是我要给同学完整的去书写一下啊，把这个内容书写一下，同学们，我把它往上挪一挪哈。其实这首诗啊本身不是特别的难，然后我把镜头切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准备的一个什么呀？今天我又换了一个作品形式。老师怎么老换呀？我们这么多经常性的更换，也是为了同学们啊，到之后进行形式教学。因为我们马上就结束了啊，还有两节课就结束这个这个立楷行的一个集字创作了哈。然后就接到形式课程，形式课程就是让同学们多看，多去发掘一些可被学习的形式感的东西，对吧？好嘞，咱们把这个桌面挪一下哈，给同学们展示一下。我今天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纸，能看清吧？啊，一个类似于啊，咱们可以叫豹纹，说豹纹有点这个不太准确啊。它其实属于这个叫虎斑，斑这个叫虎斑纸或者虎纹纸都有，是这么一个纸。然后呢，它这个长度啊很长哈，同学们，它这个长度应该是接近这个四尺的一个长度，1米37、1米39、1米38这样。然后我把它叠成了一个横式的，这次我要给大家进行横式书写，它也属于什么呀，叫横幅作品，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这个横条屏啊，横条幅都可以。有同学不太明白我这个纸到底是怎么样哈，我这个纸是这个样子的，同学们，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中间啊有这个虎纹啊，是这样。然后我把它叠成了这个2×16的啊，就是32个格，那我们是28个字啊，最后可以空4个格留作这个落款。对，它这个纸啊，我用的这个应该是大概哈，应该是这么大啊，这么大，或者是38啊，反正就是四尺对开的。不过我没有写满，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上下都有边留下了，只写在中间，写两行，只写两行，横着写。你要说竖着写也行，竖着写也可以，横着写也可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一个
七言的内容，我们不用3乘12的这种形式，或者3乘10的形式啊，我们用这个横着、竖着写也是非常耐看的啊，都没有问题啊。当然呢，咱们关于作品形式啊，现在聊的并不多。你像这几节课啊，虽然给大家展示性很多，但是最终啊，我没有给大家专讲这些作品形式，只是说过作品形式的一些常见的啊。那好，我放一点音乐啊，给他们去写一写。我们按照横幅，那我们多了两个，多了四个格子，对不对？28加4等于32嘛。你也可以在前面空两个格，这边好盖一个阴水章。你也可以直接贴着它写。我建议同学们啊，你不要贴着写，贴着写太密了。可以从这里开始写，这就相当于前面空两个格可以盖银手章，后面空两个格落款加最后盖章啊，这个啊会好一点啊。行，那我把镜头啊切近一点，现在正好是8:30啊。咱们讲完写完这个之后呀，我给同学们啊再去写写这个大字的一个符哈，我也准备了纸和大毛笔了。这节课算是一个这个精心准备的一个小内容哈，虽然之前给大家讲过大字儿，但是咱再复习一下算是好吧。我把镜头切近啊，咱们完整的写一写。稍切远点，不要太近啊，太近看得晃眼哈。我稍微挪动一下，大概到这个格子中间了啊。这种横幅的作品啊，一定要注意啊。当然我是叠的空白格，因为我对于这种空白格控制能力，我自认为还是可以的。如果同学们平常控制不太好，我建议大家还是叠上横竖中线哈，不要再写歪了。好嘞，放点音乐，咱们开始啊，8:31，看多长时间能写完。
写一个要重啊，或者标注一个重这个字儿啊，这个朝这个词这个字要写细，标注一个。
挺的对，稍微的大了一点点啊。嗯，没事儿。如果我觉得这张不满意的话，因为毕竟是在一个直播的场景下，还得挪动纸，有的时候会有稍。
同学如果想去截图的话很困难哈、啊、这个太大了哈、啊、这个纸我这个桌子都没有这么长，你要想截肯定是截不了了哈、啊、好啊，我分成一半截哈、啊、到时候垫上一个相对厚一点的啊，打印泥啊，宣纸啊，你要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哈、啊。你是买的这个半生熟偏熟的，是七分熟的，它可能就没有那么阴。你要买成这个三分熟的，你这个宣纸要阴得很哈、啊。注意对照好位置。慢暗暗的用力，对吧？啊，对分段截哈、啊，我会。好啊，盖上这个姓名章了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刚写的这一部分啊，还有点这个比较什么呀啊，比较有墨。我用这个卫生纸啊去吸一下，防止等会儿啊，我要是什么的时候不小心沾污上就不好了哈。这样啊，再做个靠谱的事儿啊，哈哈。把镜头切远，咱们分段截啊，稍等各位，规制规制啊，这东西太多了，太杂乱了啊。来，这样就可以了啊。横幅的一个啊，其实横幅的章法也非常好看。半生熟的野樱的话很正常，因为你像我用的是半生熟偏熟，然后我用的墨，你千万不要墨太细哈。你正常用红星的，在正常半生熟纸上应该没有问题。好嘞，同学们啊，落款就简单落，咱们可以再分着截哈。再截一截这里，啊，注意字的大小对比啊，横幅的作品啊，一定要注意大小对比、中心对齐这个效果啊。好，截了吗，各位？咱们往后了啊。刚才截这个。一日还这个字儿了吗？啊，应该到这儿吧，那就，啊，这就可以了，各位能接上了吧？然后我要盖个银手章啊，这个尖字确实写大了哈、啊，这个确实有点太突兀，这种大框型的字啊，千万不要写太大，我这个稍稍的有点突兀了啊，这整张呀放出来啊，啊，对，很爽歪歪啊，如果你写一些大字的话，你会感觉非常的直爽，写起来也很舒服的很啊。而且在这种纸上它就是比较滑一点啊，相对来说比较滑，但是不是那种很滑的感觉啊，不是溜冰场那种滑哈、啊、是稍微的有点滑，然后你写的稍微的这个慢一点，它还有点质笔的感觉，所以说这个纸再加上这个效果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哈、啊、盖上一个这个银手章，整张拍，我会刻下的时候肯定会整张拍的啊。祥云啊，注意一下哈、啊，对照好啊，咱们可以盖在第一个字的中间，盖在它就不行了啊，这就对照了哈、啊，中间对齐了啊，没有这样的，盖在它的这个右侧啊。暗啊，暗这个字很好啊，好，这样就结束了啊，这样一个银手章啊，也是我们说的闲章的一种嘛，对不对？咱们这样就结束这个作品了哈、啊。整体的话，展开不了了哈、啊，咱这个镜头有限，我再给大家这个看一下啊，展一下，这种横幅的作品啊，其实它适合什么呀？你如果我再写一些横幅的这种作品，它适合放在这个大家客厅那个沙发后边。啊，挂一个这个会很好哈，而且你要写的大一点哈，这张其实如果真的放在某个人家里这个客厅后边的话还有点小，因为这个纸还可以再长，你要如果放一个1.8米的纸我觉得会好哈。很早之前我给我一个朋友啊，给他的这个餐厅里边写过一个这个作品哈、啊，他那个餐厅那个餐桌特别长，他那种很长的那种餐桌，然后后边正好有个空白墙，我给他写了这个，一个这个长条幅的作品啊，当时是写了1.8米，然后这也是这样写，两个字两个字一列啊，写了很多啊，效果非常好看啊，这是也要看场景的哈、啊，装饰场景。这个闲章的字是祥云啊，古代阳这个祥通阳对吧？就是祥云啊，祥云啊，对吧？
上面是个羊，看到羊角了吗？对吧？云是那种纹饰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印章啊，还不是特别规矩那种字儿，用的都是不规矩的字儿。云都是用这个纹饰的图案，还不是汉字，对吧？啊，这么一个写法啊。好嘞，咱们把这个作品啊放到一边啊，放到一边之后啊，咱们干嘛呢，同学们？关于本节课，同学们有哪里不懂的，抓紧时间进行提问吧，各位。啊，本节课有哪些知识啊有疑问，现在进行随时提问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给大家写几个这个大字的符哈，啊，也准备好这个大毛笔了，各位。家伙事儿咱都准备好了啊，今天给大家写写这个福字哈，准备的毛笔是这个6厘米长的哈。同学们关于本节课写的字儿还有流体有什么疑问吗？现在开始提问啊，提问结束之后呢，我给大家再把这个福字讲一讲啊。就之前啊，我们流体最后一节这个作业点评课呀讲过这个写福字，对吧？啊，平常啊你找到这个集字的软件啊，把这个福字呀找出来啊，但是你放大写啊，你一定要写的密实啊，你不要写的弱啊，你一定要夸张去写啊。各位没有疑问吗？啊，没有疑问吗？啊，没有疑问，咱们就挪挪椅子啊。啊，没学过流体的阿奇同学，咱们可以看回放啊。云间过能写写简化字吗？简化字还写吗？行，也可以哈，给你先写写这个简化的啊，就是说简体字呗，啊，那还是简体字，在写的时候啊，要怎么样？要这个啊，注意好收放啊，不要把收放搞错哈。买纸不会买，就直接买4尺的纸就行了，然后你想写什么作品，然后进行裁剪就可以了，好吧？同学们，买纸不会买，直接就买4尺的，然后通过4尺再进行裁剪。所以说这个作业课程，这个创作课开始的时候，我也没让同学去买纸，我说你直接用作品，直接用4尺纸进行叠就行了。你用4尺的纸，你什么都可以叠出来，对吧？其实这个云字啊，如果放在这个，放在什么呀？放在这个繁体当中，也有这样单独写的，代表说话，说话那个云可以用这个。啊，尖这个字用简体的话，哎呀，还是好长时间不写这个简体了啊。那也要遵照流体的一个变化。用4尺的啊，可以任意裁剪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对联呀，或者说是这个斗方呀，对吧？咱们之前讲过这个作品形制哈，可以找一找那节课。过字的简体也要注意里边的部分啊，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咱们写过这个寸字，对吧？好，啊，云间过3个字的简体啊。好嘞，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啊，现在进行提问即可啊。没问题啊，咱们就开始写大字符了哈，我得站起来写了哈。之前啊讲那个大字，那个直播间也够小的啊，站不起来。现在呢，给大家站起来写写这个福字哈，怎么写大字还是想再说一说哈，因为我看这两天很多同学都得过年嘛，过年就写福字嘛，对吧？好嘞，咱们把这个纸拿起来啊，站起来给他们讲讲。各位来看啊，咱们这个写大字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啊，当时我讲过说我们写大字的时候呀，很多同学是铺不开啊，咱把它压上啊。这么一个纸啊，我们经常用到的是什么呀？各位，我给大家墨牌也展示出来啊，我们用到的是这个6厘米大毛笔。你在写大字的时候，你要常使这个毛笔有一种铺开状，你才能够厚重。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写大字很小气，压不下去毛笔啊。我再把凳子撤一撤啊，嗯，很多人写这个大字呀，
他压不下去啊。我给你先模仿一个坏的状态行不行啊？咱算是浪也不算浪费哈，咱可以补上去。你看很多人刚开始写大字是这样写，他就用毛笔这一点儿，你看他这样写出一个符，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倒是也很流畅。好，有些人可能这样写，但是说实话呀，啊，这太小了，你搁你家里这个福字这么细，还要它干啥呢？这都不福气满满。所以说你看写大字光用这一点五分之一的毫是不行的，你必须要铺开，对吧？老 K 同学说的很好，怕压下去收不起来，但你要注意，你看我是怎么铺开的啊？来，咱把它改造一下，还是这个字的字形，点画按下去，你看按下去之后到笔肚慢慢的扫出去，它有一种铺风果的效果。我把镜头切近一点哈，各位看一下，对吧？这个斗方的纸就是33×33啊，你看把笔尖这样按下裹开铺出来，这不就写粗了吗？你得用侧锋啊，肯定是这边过来之后入，哎，向上打开顶住纸，铺得开，留得住，转提，你看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你不应该用什么所谓的纯中锋了，你应该将这个毛笔啊，你看铺开按下再提起往下顿，回上去再铺开，你看注意这个转折过来，好，内里注意一下，大字结构空间密集，对吧？你不要让里边留那么多空，那这个字再拿出来比刚才的这个要福气满满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一个效果啊，各位？所以说你写大字你起码得铺到笔肚的部分啊，这样这个符它才满，对不对？当然这里就不好，因为我是在刚才这个字改造，这里就会太密了一点啊。大字内部的空间啊，你不要写的那么松啊，你要写的密，你要敢于铺。好，没关系，咱们还来啊，再讲。来，咱们再写啊，你看什么叫铺得开呢，对吧？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起码用到这个笔毫的二分之一。你说老师，我按到笔肚不就更好吗？不是的，你是按到这个二分之一，你是侧着写，侧着将笔按下去。你看咱们如果写一个类似于楷书的，你看第一笔，哎，按到笔肚慢慢的侧着出来，是不是线条就厚了？侧抹的感觉啊要出来，侧抹感觉出来之后呢，过来顺畅，哎，再侧着上去，但是保证能够提起来再按。所以说大字也是有细节的，你看这个地方侧按过来停住，哎，稍微一提还带一个小勾呢，还带一个虚尖呢，上去留得住出来，对吧？大字也有细节，不是光光的我们就要写大而已，明白吧？你也要产生一些细节，用笔上就是老 K 同学难的就是你按下去但是能够再度拎起来，你看上去铺开回，你看也是有细节，尤其是像个 OT 是吧，过来去之后向下走，这个笔画可以写细，抬上去注意这里啊，往上走铺开，哎，停，再铺顶着走。你看我下边这个字，同学们注意，停住，按下，你看还能够立起来，走，再顶，笔锋转下去，停顿，最后一转回来，这不就出来了吗？现在国展当中啊，很多人写这个大字的唐楷啊，就是这种风格，对吧？它那种线条是非常实、非常光的，必须用这种蜡染纸才写，才能看得出来那种光洁。匀整，而线条这种比较筋道，甚至我说折柴骨的这种线条，对吧？啊，再给大家去演示一个啊，咱们继续。所以说这个啊，咱们讲是讲，同学们你得是多练啊，你得多用大毛笔感觉铺开，不是说这个大毛笔一定我用的多好就能写好，而是说但凡你买一个大毛笔啊，它都不会太难用，你主要感受铺开的效果。来，咱们写一个大字的这个欧体放大，看一下欧体放大。首先第一个点画它是偏三角形的，注意一下按下去停顿啊，
它写大就是偏圆了，是不是？对，还是要大毛笔。你看我六厘米，相对比较粗的，你可以用这个六厘米长但是比较细的，但是也能铺开，因为它毕竟还不是用笔尖，它也不是用笔肚，它是将整个毛笔铺开去写，铺开，走，稍一转，出啊！你不要说是由粗到细了，你可以整个的粗，最后甩一个尖就可以了。因为你大字儿，你再表现那么密集的就不好了哈。点画偏圆厚就可以了，对吧？你放这么大，你还要三角形，那太愣了，对吧？太愣就不好了哈。注意上侧，往上停顿回，你看，注意笔有起有收，下边往内，你看，注意内页感。但是我有写的那么尖吗，同学们？没有那么尖了。啊，比较内收了，下边这个停住，接住笔向上，你看到这里转住了，立住笔，立住笔往内收，停得住回，你要留得住，对吧？内里就可以封死了哈，不要说是写的太什么呀，你看这里还可以再粗，你看完全是笔锋，你看侧着写这样铺开，不是中锋啊，同学们，这样不就出来了吗？对吧？但这个我感觉还不太厚，不太好，好像有点这个太扁了。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改造，但是整体是这个欧体啊，一个内页感啊，这种感觉啊。好嘞，咱们再往下啊。啊，有同学就说老师、啊、可不可以写个颜体的？可以，咱们把颜体啊，这个写个秦礼碑类似的，咱们给它放大一下啊。平常你们可以用手机啊去搜索一下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啊，其实颜真卿啊写过很多胖胖的这个福字哈、啊，不光是夺宝塔里边的，嗯，找一个其他的哈，哎，好像就夺宝塔里只有啊，哦，还有亡灵墓志里边有啊，咱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放大改造啊，来看啊，外拓的，其实外拓的也不一定非得比这个内页的啊，因为整体当你放大之后，它的气息是非常的足的哈。来看啊，还是你的墨比较多呀，大字儿你蘸墨比较多，你这样兜着写，看到没有？这样斜着过来，不是这样直着它就掉墨了，你要兜着过来哈，兜着过来，因为它墨可能很多哈。看一下，哎，铺开，停，走上去，转，哎，送出去。你老师你怎么不出尖儿？这个地方你没必要非得由粗到细，这样含蓄的出更好哈。因为大字不要体现那么多尖的东西，转上去顿住啊，这个效果啊。然后右边注意一下啊，向上转啊，还是要铺得开，完全是用侧锋啊，兜得住，你不要斜着一下子正直笔哈、啊、一下子把墨滴下去就不好了哈、啊、打开笔锋，哎，下边走，你看这种笔画可能偏中锋一点，但你注意这个转折，同学们，你看我怎么转，按下了，一定要调好笔锋再转哈，不要接着就转，立住，还能保证这里提起来，对吧？你要这里提不起来，这个字就毁了。内里可以有空间，但是整体是密集感较强。你看这里我还这样转一下，为什么？兜住，正好不让这个墨滴下来，带着走，这样过来，对吧？就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演示的这些啊，都是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哈。平常我也不会这样写，如果平常写符啊，更多的倾向于一个创作感，所以说我再给大家写几个哈创作感的。啊，写几个创作感强的啊，跟我刚才这种中规中矩的还不太一样。那你写行书也是啊，你要不要弱，打开注意这里一定要顿好，转这个面儿能留得住再出来，你看铺开顶着，所以说写大字毛笔往往经常是一种半跪的，起码到这个笔肚这个位置一样，一个半跪半打开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好嘞啊，咱们拿到一边去啊，写草书的吗？可以啊，
草书的福字啊，没有问题啊，给大家写一个啊，之前写过，去年我记得就写过啊，草书的这个福字啊，嗯，还是要写厚，你写这么大的字啊，你写不厚。好，这样啊，一个草书的福字啊，好像写的有点楷书的结构，但是草书的笔法啊，嗯，可以吧？还是要铺得开，你要拎得起来。你看这个线，它就是一个牵丝连带，但你拎不起来，很多人这个墨呀滴滴答答的，你也做不好。所以说手腕，你看到没有？刚才我的手腕还是比较灵活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同学们这个时候可以重点看一下我的手腕。重点看手腕了哈，各位都要看笔尖啊，看手腕啊。啊，一个效果啊，看到了吧，还是要活哈，手腕要灵活，你写大字啊，手臂带动，手腕也要灵活，这个可能表现的稍过了点，还是可以的啊。行，同学们能看到吧？好嘞，咱们再简单写几个就结束了。这个大字呀，最终还是得同学们啊自己去练啊，因为这个大字写起来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书写性的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笔的动作哈。你像我们如果去写一个这个篆书的也可以，你看篆书的福字。线条要圆厚，竖画敞开，你看这个线要有弹性啊，你不能把这种线条写死板，也不是将毛笔一定按到底才能写好的，而是保证啊这个线能够边走，你看边走边拎得住的一种效果哈。这个意思啊，各位啊，这大字比较耗墨啊，还行，红星墨也不贵，哈哈，咱写写呗，对吧？啊，所以说还是在于一个铺得住哈，留得住。好，哎，我这直播间啊，空间狭小啊，也地上也放不开了，我看。好嘞，再写两个吧，再写两个，直播间也放不开了哈，咱们就只能结束了哈。你像行书的，我们在写的时候啊，你看也是兜着笔啊，注意铺开，先扫出来，你看。扫出来走，它绝对是侧锋，你看到没有，我一直在用的就是侧锋，是吧，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空间的一个大留白啊，自己研墨的话是费劲儿了哈，这个大字可不能自己研墨。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咱们就结束了啊，同学们。最终我还是讲，如果有同学还想去回顾大字的一些比较细致的教学，走到我们这个什么呀，玄秘塔碑当中啊，我把流体放大的那一章讲的会更细，关于我们写大字如何去放大，如何进行书写啊，那里其实研究的比较深一点哈。你像现在在国展当中啊，很多这样的字儿，对吧？一定要铺得开，留得住啊！你看到这个转折，一定要拉过来，保证能够提起，铺得开，再留，再顶住笔锋，对吧？这个笔锋是不断的，你看可能会变成一个排刷状，各位看到了吧？对吧？但是你一定要铺得开去写，这种线才不会弱，这个空间也是密的，而非那种比较松的空间哈。你要松的空间啊，写大字就没意思了哈，各位。好嘞，咱们就这幅没有开张啊，左短右长，这个比较明显了啊。好嘞吧，同学们，咱们这节课还有什么疑问吗？
啊，咱们最后啊写了几个福字啊，同学们还是尽量买毛笔的时候买到这个6厘米或者是7厘米的，写这样的福字会更好啊。好嘞，那么咱们转回到这个实操的一个界面，同学们啊，本节课创作的这个内容啊，相对来说啊不算是特别难，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横幅的一个书写形式进行。当然呢，你还是要选择这个别的形式啊，都无所谓啊，形式不是我们现在重要点，其实内容也不是，反而是我们要多去熟练章法，多去熟练我们的创作的一个体验，而怎么控制大小，怎么控制对齐的感觉，怎么控制这个什么呀，粗细对比，包括你写大字也是，你要留有空间密集感然后再走，对吧。好嘞，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也是我们的周六啊，明天周天了是吧，也提前祝同学们，当然今天就是周末了吧，周末愉快啊，咱们也可以啊，这给人写写福字是吧，买个大毛笔是吧，也写写多多给别人送福的同时啊，也是给自己啊，对吧，所以说今天我写了很多的福字，也希望。